更正方面的消息，关心的是在嘉义地区经营着地下钱庄和教堂的过姓主嫌暴力特效，甚至个对被害人来动用私刑，被害人遭到派出所来救援，过姓主嫌佫遭到派出所门口来呛声。嘉义县警察局刑警大队表示，过姓男子平常时欢迎伫嘉义地区以暴力特效以及经营职业教场地下钱庄，无处不发泄力，并且拥有枪支，刑警呛讲严重影响治安。经过调查发现，酷刑被害人曾经到过嫌经营的职业教场跋筊，即欠缴销无法度刑，唔呐遭受过嫌协同集团成员拍着重伤，也阁强行搬走自家的床头置物柜。内底有现金、钻石、古钱、黄金手指、破链等物品，总计值大约新台币200多万。追郭姓祖先等人、啊、甚至、啊、还追到医院去、啊、把这一帮人、啊、把他再强压出来啊，继续拘禁。那虽然这个被害人啊，他有称系啊，打电话给他有人求救，那警方啊也到场啊，把这个被害人救出以后，但是啊，郭姓啊。祖先这一帮人还是人不罢手啊，继续追到派出所里面了啊，对这个被害人叫嚣啊，而且啊，这个被害人因为啊，据他们的这个黑道时也不敢啊，具体啊向啊警方啊说出案情啊，最后啊还是任由这个被害人离去。那警方啊也根据这些线索啊，继续啊侦办追查这一帮人，后来啊终于啊在昨日啊兵分十二路啊。甚至啊，跨海到澎湖啊，把这相关的人等啊，具体到案，啊，总共啊，这个逮捕具体十二人。那昨天在啊检察官的复讯之下，向法院申请获准。嘉义县警察局刑警大队等单位前往嘉义县市，甚至跨海到澎湖，将桂贤等十二人拘提到案。经讯了后，依照强盗、恐吓处罪等罪嫌依上法办，主嫌桂男则是遭受申请羁押核准。最新新闻，朱乃新、朴主持采访报道。